今天就说一个事情啊，我们今天接了一个广告，是我们镇远到贵阳龙洞堡机场龙洞堡东站的专线呢已经开通了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广告的主办方，广告主办方这边呢就要求丫丫跟大鹅出镜，就带我们去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走。这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我们去买票。大白丫丫走这边。哎呦我的妈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看到没有，大白？这就是我们贵阳到镇远，这就是我们镇远到贵阳龙洞堡汽车站，直达我们机场的。刚刚开通的，只要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。走，我们坐车啊。
高速去了啊。清酒香，江水甜，苗家梅在水边，楼深垂杨飘天外，东家歌笑开颜。纯洁的青石板，感受那光阴似箭。我想念，我想要去镇远，去寻找那梦里的家园。站在那玉皇阁上望一望美丽的天山。自